陈清晨在线求助砸绑头发，网友建议学孙颖莎绑啾啾。世锦赛女双冠军球员陈清晨在社交媒体在线求助，隔离中剪不了头发长了应该怎么绑更合适，结果等来的答案五花八门，甚至有些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有网友回复，陈姐可以跟莎莎学学三个小啾啾。原来陈清晨和中国乒乓球队的孙颖莎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结下良好友谊，两人之后更是频繁互动，陈清晨更是叫孙颖莎为莎师傅。也有人回复，快叫发型美容师樊姐帮帮你，要不我帮你艾特她。另外也有网友把陈清晨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刺激她的，